我是威克，我已经向陈队拿到你的实时坐标，正在往路上赶，能收到吗？收到，我这边还在收到。好的，保持联络。舒雅，目前黑洞有什么异常情况吗？黑洞的引力在分时远处的山脉，除了风雨，天气还好。根据相对论，质量越大，时间就越慢。你所处的区域时间应该停留在几个小时以前。 已经赶到了你所处的大致位置，由于不稳定磁场影响，通信讯号现在只能对外传，他会在附近协助你完成任务。了解，我正在朝黑洞的地方赶，路上零上将的人马太多了，可能得耽误一些时间。收到，有任何情况随时告诉我。
陈队，我看到一架正在着火的客机从我上方飞过。